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江江。今天呢，跟大家介绍这个可爱疗愈的小香蕉。我们在玩那个夹娃娃机的时候看到了，觉得还蛮特别的是，就还蛮疗愈的。我一开始不晓得什么东西，然后后来发现这边有一个裂开的地方，然后我就给它按下去了，是不是很好笑？超疗愈的吗？虽然说它这样子其实有点涩涩的，但是其实还 OK 啦齁。然后它有个小可以挂在包包上面，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玩一下。它里面有放油啊，所以它比较好跳出来。喜欢的话呢，赶快去夹一下吧。